好啦，嗱，嚟到第五条啊，咁第五条呢，佢俾咗个恒等式你，左右两边都系C 同 D 都系 constant 嚟嘅，咁於是咧，我将左手面爆开咗，同埋右手面爆开佢，对翻啲 coefficient，咁右手面爆开就变咗 x square， 2x 加 cx 即加二加 cx 加十二，而右手面呢 x square。这个乘这个 dx 咁呢个有 6x， 所以呢个有个 d 加 6cx， 再加个 6c。好，咁所以我哋有两条式嘅。第一条式呢就係、是、呢度我呢度留咗个加二 c 啊，十二加二 c 就等于六 c， 即系对翻个 constant term， 呢个 constant term。好，咁我哋计到个 c 就会系三嚟嘅，咁然之后咧再对埋二加 c。就等於翻 D 加六 C， 代埋個三落去，三五呢度係十八，十八減五即係十三，即係負十三，所以答案係 A。好，搞掂。